不但要拜，我还要学习。我学习什么？看看释迦牟尼佛在基督教讲些什么。看对基督教徒讲些什么，对回教徒讲些什么，那我多看看，我多了解了。还有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地方这样讲法，那个地方那么讲法，当然最后一日一会一会一集的时候，原来它都是通的，全都是通的，真的。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，它有浅深差别，但是方向目标没有两样。那么讲他这个问道啊，这个舍利的问题啊，舍利的问题啊，别的宗教也有啊，不是只有我们佛教有啊，但是比较少啊。你想想印度教它就有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与定有关系啊。印度教修定，它修四禅八定啊，所以他也有。那么有一些宗教呢，他这个他的目标比较近啊，你比如说他求生前天堂，这个天堂在哪呢？欲界天啊，绝大多数是在忉利天啊，那生忉利天就没有了啊，这个跟我们距离得很近啊，四王天上去就是忉利天啊，忉利天上面就是夜魔天啊，夜魔天以上都要修一点定功啊，但是欲界六层天呢，上面四层呢，他所修的定叫未到定，他虽然是修定，没修成，他如果修成功了，就不在欲界了，他就到色界去啊，就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往上那修成的啊，没修成功啊，所以在欲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欲界天六层越往上面去，那定功就越好啊，越好，但是没有成就。所以在欲界天呢，这个就不可能有这个舍利的发现啊。如果色界以上的话有啊，会有这个。所以舍利不能证明一个人修行的这个成就啊，只能说他有定功啊，不能保证呢他出三界了啊，他证那个阿罗汉果位不可以，不能就是留肉身都不可以，都不能够证明啊，往生西方也不能证明啊。那什么样的人往生西方能证明呢？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，我看到佛来接引我，我现在跟他去了，那是真的，那一点都不假啊。他要没有这样明白的交代，都不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往生啊。那么有很多瑞相也不能证明是往生啊，为什么呢？升天有瑞相啊，他如果来到人间，人间来世有大福报也有瑞相啊，大富大贵呀，他也有瑞相啊。所以比如说身体柔软的时候，这个瑞相是最普通的啊，来生的人生比这一生你要胜过很多倍的话，有这个瑞相啊。所以凡是有这些瑞相，可以肯定他绝不都三不到啊，这肯定啊。说他有什么成就或者往生，这靠不住，这些常识啊都必须要懂得。